武魂世界充满了血腥和危险，但是又有无边的精彩等着你去发现。所有火焰都要向我臣服。我叫唐三。我叫小五。双生武魂是天才的象征，你却不愿意承认，那就是你另一个武魂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大声点！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武魂殿当年追杀我妈妈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哪怕许愿成为垫脚石，也要让你们飞向蓝天。最后的冠军，只会是史莱克学院。史莱克计划，必胜！数一次，不代表数一辈子。